我先问你，你配合还是不配合？你来抓我啊！我想问你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你怎么来抓我？怎么抓你？对啊。你如果这样继续不配合，你还是这样的消极的态度，这样无理的态度的话，我们就会强制执行逮捕你，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。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你只要今天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领土上，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。我的手机刚刚一直接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号码，一个公安局的号码。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要接一下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，好像接通了，等一下。喂？喂，你好。请问你是哪位？你是不是陈？对，我是。请问你是哪一位？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是之前海南那一边的吗？还是干嘛的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哪里的不重要，我只是负责给你传话的。我希望你配合，如果你不配合工作，我们就会上门对你进行执行。啊，你要上门来强制执行？执行？你要强制执行上门抓我？你如果不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就会上门强制执行你。所以我希望你配合。你上门执行去抓我，你怎么来抓我？你不配合工作，我们当然要抓你啊。我跟你打这个电话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联系。我不知道。现在网络都是实名制的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我们的系统里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！你如果遵纪守法，我们谁会去抓你呢？那你怎么来抓我嘛？我刚问了。我先问你，你配合还是不配合？你来抓我啊！我想问你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你怎么来抓我？怎么抓你？对啊。你如果这样继续不配合，你还是这样的消极的态度，这样无理的态度的话，我们就会强制执行逮捕你，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。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，你只要今天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领土上，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。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啊，你要不要沟通？你们有没有搞错？法律赋予你们的权限让你们去抓人民吗？我觉得你们啊，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，我也知道你们技术肯定很强的，但是你们还没发现我在哪个位置发的，不管是朋友圈还是一些文章，你不知道我在中国哪个位置吗？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做得到的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哪个位置？我就问一问你。你在哪个位置？你不用我说，你都知道，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能找得到你。我现在给你打电话，我是要求你，你只要配合删除掉你朋友圈的那些不当言论。我想啊，你除了微信，我相信你也在其他平台都有发过，但现在我们要求你要全部删除，你如果删除了，我们就没必要上升到追究你的责任了，你明白吗？追究我的责任？你们之前不是追究过了吗？我的银行卡、银行账户都被你们追究过了，你说就不用追究我的责任？你们都追究过了啊，所以你们就不，你们，我想问你们是不是之前找过的那些国安部门呢？连我现在的位置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之前的那些部门。
你是不是之前的那部门的啊？我们之前找没找过你，你心里会清楚。但是我现在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之前的那？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之前的那部门，就是冻结我存款呢、啊？跟那之前的事情相不相关？还是说只是找微信这一次我发了一些，什么支持新疆人民呐、啊、那些，包括上海的那些事，是不是因为这件事，还是说跟之前的也有关？我想问一下。你是说之前你也有被我们找过？哈哈，对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应该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一个部门的。对对对，警察同志，我大概知道了，通过你对话。你也不知道我之前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你们这次就希望我要删朋友圈，大概知道你们的来意了。但是不是你们说要来强制执行，你们还不知道我在哪里吗？你最好查一查我在哪里再来抓我好不好？你的位置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你、嗯、我不管之前谁找的你、嗯、谁查的你、嗯、哼，但是这一次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嗯哼，我是要求你删除你发布关于新疆的这些不当言论，你删除掉了，我们就不再去查你具体在哪一座城市了。那我确实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删掉，因为你也说了要查我具体在哪座城市。我现在在我现在在上海市啊，我挺害怕的，我马上删，警察同志，我马上删，因为我在上海市，哇，我好怕，我赶紧去删，行不？别来抓我，求你了啊！怎么了？我希望你好好配合陈，好好配合你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我发的那些东西，我是真心实地的为中国老百姓发声的，我为新疆人民发声的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什么这个叫不当言论？哦，去帮你们维护一些东西，那就叫正当言论，你不是扯淡吗？啊，警察同志，我很尊重你，我很配合，好吗？什么叫扯淡？我请你说话，注意你的语气。OK， 我错了，我是说，那什么叫不正当言论呢？对吧？什么叫不当言论？我就支持新疆人民了，怎么了？我就支持新疆。我再次警告你，说话挺自重。OK。关于什么是不是正当不当言论、嗯，政府会有相应的文件评判发布文件。哦，对， okay. 政府会有。OK， 相信，你们肯定有啊！你们第一时间就开了发布会，你们肯定有的。现在我再次最后一次的警告你，我希望你。把你在网络上发表关于新疆以及其他的不当言论立即删掉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操，电话挂了。好吧，后果自负。他电话挂了。